天未来上课哈，今天日子很特别哈，刚好是跨年。好，那不过我们还是要把我们的课程哈，把它完成啊。时间排在这个时候不是非常理想啊，但是毕竟总是会有课在这个时段啊，那我们的课排在这里。那大家呢？我们今天就很愉快的心情啊，来把后面的啊剩下的部分来跟各位来讨论一下啊。那么在上一次呢，我们在有一些部分呢，我稍微再很快回顾一下啊。我们上次有提到虚拟化的技术是一个云端运算里面很重要的概念啊。那真正的虚拟化，真正的一个云端运算很重要的一个特色就是说，它可以在执行的状态之下扩充我的运算能力，扩充我的这个平台的 CPU 的数量、记忆体的空间，这才是它真正的一个云端运算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效果，对不对？我们不希望是我需求增加的时候，我还把现在的执行的程式把它关机，然后呢重新载入到比较大的这个机器上面，再重新开机，那这样就我怕不算是整套的云端运算的，不算是一个完整的理想中的云端运算，所以我们说它是一个 live 的 operation， live 的 scaling up， live 的 migration 转移live 的 migration， 这都很重要那所以坊间的一些云端运算也许有真的名称，但是它是不是真的有做到这一点，你倒是可以用这个角度去测测看。怎么样方式呢？比如说你现在正在执行一个程式，那么一开始要有两个 CPU， 那结果呢你这时候你这时候可以下个订单，跟云端服务公司告诉他说，因为我要变成四个 CPU，看他可不可以马上，你付钱之后马上就把你升到4个 CPU， 而且你的程式不用停，他继续在跑，测试看其他有没有办法啊？好，那还是说他是建议，请你先把程式停止然后呢，等我升级好之后，你再重新再执行一次，那就跟他一样，对不对？所以这样才是我刚讲的前者才是比较好的做法，就像我们选择系统。我们在选课的时候，大家都涌进来选课了，那我系统撑不下去了，对不对？这时候假设我可以及时的马上在执行的状态之下扩充，那各位同学会没有感觉到说我的程式这个被终止会感觉到说好像越来越顺，因为我这个 CPU 越来越多加入进来那如果说这个系统告诉你说，请各位同学先登出然后呢，过5分钟之后再登录，那你就很不耐烦，那这就不是真的一个云端运算的一个想法，的一个概念，所以打个很多厂商打个云端运算的一个做法，的一个没练成，看一下，还可以用一阵子。好，所以老师刚刚讲到的概念是很重要的不能只让云端运算就是把这个东西好，我暂时用这个所以有些厂商打了云端运算的这个旗号那是不是真的真的使用到完整的一个云端运算的理念，那这个是都是质疑的这是都要质疑好，那所以虚拟化或是说刚讲那个 live 的这个 operation， live 的 migration， live 的 scaling up 这个都是很重要的概念。那这边在这一页，我们刚在上一次有顺便提到，就是说在虚拟化很重要，它是可以来整合一些资源整合资源，那么可以把这个资源更妥善的运用让使用者可以在云端的环境里面获得很多虚拟的资源
包括说虚拟的桌面、虚拟的主机，甚至说以这个管理者来讲，也许他需要一个机房，你可以模拟出一个机房出来，那大概是这样，那这边特别提到 Google 啦， Google 是一个特例的，就是它是没有用虚拟化，只不过说它有一些类似的达到高效与标准的做法，那这个是 Google 的特例， Google 它是一个特例。不过我们的讨论还是 focus 在这个虚拟化的这个概念这个里面，因为毕竟并不是每一个使用者或是每一个组织每一个企业有办法像 Google 这样的一个雄厚的一个资本雄厚的一个资金去创造这种非常数量庞大的这一点OK， 那这一页这一页我想可以参考一下，基本上就是做个统计的做个统计，就是说针对这类云端的这个 maturity 啊 ，maturity 就是它的一个成熟度就带来的一个好处基本上越往右边的这一块这就是一些比较依赖云端比较会用到云端的一些企业或组织。那左边这块就是刚刚开始在用云端的一个个人也好，都可以那有很多面向去看很多面向去看。所以大部分你看这个越来越长基本上代表着说就是有感受到云端带来的效益它的 benefit 有看到好，那事实上就是一个正面的就对正面的好，那它的好处呢，这边简单的几个整理云端上好处第一个可以减少运算成本及反应时间那这个我们讲过不需要花成本去购置自己的一个机器去维护自己的这个机器，你只要呢把你的需求你的需要的时间你需要的资源的多寡那做一个很确切很适当的一个下定的动作，那云伺服器呢云的系统就有办法刚好切合你需求这个资源拨给你，所以你所付的款项就刚好符合你所用的资源你不需要再买那个机器平时闲置在那里，而且你还要花时间去做维护去做升级等等所以这时候就市场的花费会变低的所以减少一段成本是这样子，那反应时间也是减少因为我可以随时扩充，是一个 live 的扩充所以反应时间可以减少那云端可以结合很多的 CPU 来帮助一些这个需要这个高效率的运算那所以实际处理部我想这个就是网路加上网路的办法你透过任何一个使用者设备都有办法在任何地方找到这个获得到你所需要的那不过这个也有时候也觉得人变得比较累因为到处都可以做事情没有一个地方是不能够这个工作的所以有时候插个地方有时候忘了带手机反而是一个美丽的错误，因为反正我有人找你有时候就懒得带回去拿所以说当然这个很方便但是人们也生活得更紧凑好，所以怎么样善用这个资源，这也是各位这个可以思考的意义很方便使用这个电脑，很方便使用这个计算资源，但是我怎么样去安排我们的时间那这个是也是大家面临的课题那降低架构分摊风降低架构分摊风险就是降低风险，简单来讲是这样那么电脑会宕机，大家应该都听过有时候工作到一半就宕掉了，对不对？但是我现在如果云端的话，我所用的是个虚拟的一个电脑，虚拟的一个环境。假如这个虚拟环境出问题，我的云端公司可以帮我马上live 的转移到另外一台虚拟机器里面，这个都是很重要的一个概念。所以这个概念呢，这个
这个概念是刚刚有提到的啊、哦，这种life migration 啊、哦、，life 的这个 migration 就是我这个电脑如果在当兵了，我敢马上给我机器帮我啊、这个替换掉，虚拟的机器直接就转移过去啊、哦，我正在执行的，发现有问题了，那云端公司当然他会对这个虚拟机器的各式各样的这个各方面做监控，对不对？但是我发现这台虚拟机器你在用虚拟机器有点状况啊、哦，有点状况啊、哦，它也许不用等到它宕机，哦，它就直接把你转移到其他地方去，你是没感觉的啊、哦。有时候我们在这个上在打电脑的时候最常哦，以前常遇到就是宕机，或者说不是宕机，有时候是编辑这个 Office 哦，编辑到一半。那就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挂上面，那没有储存，有没有？非常难过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件事情，对不对？没有储存，但是就挂在那边，然后就出现画面，简通是你的程式管理员。这句话有讲也没讲哦，你也挂怎么办？那只好出版，刚打都不见了，啊、哦，刚打都不见了，哦，那这个我想 Microsoft 之前常遇到这样的问题的啊、哦。好，那云端化之后，我们有这个好处，就是说这个机会变得降低了。哦，我们可以呢，这个马上的帮你转移到其他稳定的平台，哦，虚拟的平台，而且使用者是没有感觉的，哦，好，那减少人员的耗损，我想没有问题。当然我们之前还举过学校的例子，还有很多企业的例子，它可以节省损害。你平常闲置的时候，根本，哦，就不用到这个资源的时候，我的机器可以是进入一个睡眠状态，或甚至是待机的状态。哦，就甚至就是说可以进入一个最低耗的状态，需要的时候再把 warm up 起来。哦，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哦，这个也是很多企业着眼在这里，哦，成年人节省不用一直开着机上面跑。好，那降低进入门槛，那这种过程这个都类似的，哦，就是你现在要建立一个机房，要建立一个 server， 你不再像以前那样去辛苦了，哦，要去自己张罗一些硬体，张罗一些哦，布线啊，等等，各方面消防啊，都不需要了，哦，都不需要了，哦，那加速创新脚步啊，哦，当然，你这样的一个模式可以让开发者或者让这个使用者可以把他更多时间呢用在创新上面，哦，都不用去烦恼那些比较劳力密集的 labor intensive 的这些工作啊，哦，劳力密集的一些工作。好，那增加可靠性、规模、可渗透性，这个都提过了。那规模大小，哦，这个你要资源可以做一个很弹性的一个增减，哦，啊，可靠度跟类似像这一个，哦，分散风险，哦，这个可靠度，我的这个所提供服务变得很可靠，不太可能会宕机的，哦，不太可能会无法提供服务的，哦，啊 ，shift IP， order IP to shift focus， 哦，这个总归一句话就是说，它这句话意思就是说。让这个 IT 的工作人员呢，不要是去烦恼一些细节的事情，把他的焦点放在创新、放在研发、放在其他更有价值、需要人真的去引爆进去的这些工作上，不要在那拉烦恼拉线啊，烦恼我电脑会不会宕机啊，我这个机器要摆哪里啊，不用烦恼这些这些很杂很细的事情，哦，那你可以把时间放在更需要人亲力亲为的地方，比如说你的这个我们的脑力的创新啊，我们这个智慧的方面的一个使用和创新啊，所以这就是云端运算的好处啊。OK， 那么在讲这么多好处啊，那云端运算当然大家都很希望能够。使用它，很希望能够去拥有它哈。不过呢，它也是有些 challenge 啊，有些 challenge。那这些 challenge 列了几项啊，那我想也不用去记了啊，那大概几项来看一看啊。第一个 cost security， 第一个是 security 啊，那这个我一开始跟各位讲过，安全呢，你看是最被关切的，都是最高的啊。这边好像没有很高，不过也算是。算是第二高的哈 ，security 是最重要的，啊，那有人提到一个故事啊，
他这样讲，他说你要希望使用者把资料能够放心的放在云上面，就好像在几十年以前银行还不是很普及的时候，你要叫一个阿公阿嬷把他的钱存到银行是一样的道理。各位应该有听说过一些故事吧，或是一些老一辈的人讲话，有些老一辈的人他是把钱放在哪里，放在自己埋在自己的床下的，有没有？有没有听过这种？然后也许是清朝或明初啦，就那种时间哦，那时候银行不是很普及，人们也没有所谓把钱存到银行的概念，那他们就把钱就把它放在一个铁罐啊，或是什么铁啊，就把它埋在床下。啊，甚至有些久而久之没去用还忘了，或是说被那个老鼠咬碎了，有没有？有听过这些故事？确实是有，因为那些阿公阿妈他不太放心把钱放到银行，他说我自己保管你的安全。